你这个角度加特效，还以为是米儿。行吧，今天当一个仿版米儿可以吗？我染了个头发，看得出来吗？好气啊！我本来今天染特别黄的，然后呢，染毁了，就给它换了。烧壶热水，想吃碗泡面儿，饿死了。这什么电影？哔哩哔哩哔。发质染得好差呀，真的很后悔。哦，我今天脸还特肿，因为我昨天打了个水光针，所以没播。前两天，然后主要是好肿，我的脸感觉两边变肉了。打了个水光针，不在啊。秋风落日如长河，江南烟雨行舟。乱世山盟卷起，多少人风波。万里山河都踏过，天下又如谁手？分分合合不过，其实在春秋。少低头，为什么？我在十里漫步，四面楚歌的时候，把酒与苍天对酌，纵然一去不回，此生又如何？刚到家呢，染头发。等会儿再过来好了。今天12点有个 PK。超淡的妆。
超淡的妆，我觉得这个发色不好看吧，这个可能看不出，我把灯光打开试试啊，我把灯光打开。你的评价是不如红色头发吗？不如粉色，没有粉色的头发过，就是今天才染的。我最近吃好多，一点都不瘦。灯开了好还是关了好？开一个吧。我是不瘦。好干啊，这头发染的。巨干。谢谢啊，你单纯小马尾儿，单纯马尾的办卡。一眼看成米儿了。很过分，明天啥活动？明天去武汉，明天去武汉有一个活动，就是线下观赛的一个活动，而且我脸现在很肿，明天也不知道消肿，我打了个水光针，前两天的。他脸边脸边肿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。他们已经到了，因为我去改颜色去了。我一开始颜色更夸张，丑的要死，所以我就今天晚上去弄了个染了个颜色，又重新染了染。所以晚了，所以明天上午到，明天早上6点多起来。明天早上6点多起床，然后去机场。他们在播什么呀？我都没看。哇！等会儿我 PK 还没开始，我的哥，谢谢西月，谢谢，这是谢谢那个西月的游乐园火箭和水晶摩天轮。我 PK 12点才开始，能不能先别走？好吧，啊，啊，我今天怎么把五星都过了？哦，谢谢他人不在，谢谢张总，谢谢张总。但我想打12点的那个 PK。哎，我感觉这颜色不好看，你感觉呢？好久没有染这种浅色了。对，我12点有个 PK， 我又好怕12点的没有人。不如黑色，真假的？不行，我好不容易染一次头发，你不可以说不如黑色。真假的不如黑色就好看，不管，不许说不好看。要不你再穿一下，感觉这个做惩罚。没事，做惩罚我就把它扣起来，没关系。但好像是关 P 不会露脸的，就是屏幕上会出现而已。真不如黑色，真假的？真的吗？我今天都没怎么化妆，也许等明天化完妆就好看了呢。而且现在脸还有点肿，不可以说不好看。
还有我的思念。不可以说不好看，我都，你知道我坐了多长时间坐在理发店？我在理发店坐了。加上今天我一共做了7个小时。不可以说不好看，这发色一般，我也其实觉得一般，但是它染不出更浅的了。我花了3000+4000+5000，花了5000多块钱染的头发。哎呀，你们不许说了，我发质都被弄差了都。花了5000块钱弄的，我想把这剪短，我觉得短一点好一点，太长了。你们不可以说不好看，对，我花了5000，第一家理发店花了3000多，这是第二家理发店花了1700，将近2000，一共花了大概5000，对，5000多一点，5000多，3000、4000、5000，差不多就5000。不可以说不好看，我打死你们！我画做了那么长时间，不可以。你绝对办卡了，我没有办卡。我第一家他让我办，我不办；第二家也让我办，我也说不办。啊，女人的钱是真好挣。哦，对，我都在理发店坐了7个小时。理发，我眉毛没画，我今天没化妆，我就打了个底，涂了个眼线，画个口红，我啥妆都没化，因为我今天打完12点的 PK， 我就得睡觉了，不然明天上午6点多起床我起不来。我明天6点多起床去机场，然后到酒店，然后要准备明天一天的那个就是活动，去武汉。所以我得早点睡，但是今天12点有个 PK， 我得必须得在，为了明天的分组。对，如果我能拿前五，我就可以那个了，我就可以什么不用自己举着手机播。终于有人夸我了，恩姐这个淡妆像个娃娃一样，哈哈，终于有人夸了。这个美颜真的不怎么地，你看我脸上这些，肩上不是脸上，是我这身上这些纹路都看得好清楚。这个苹果14的美颜真垃圾。垃圾。怎么开磨皮都没有用的这个东西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哦，最近这一块好痛，为什么按这里就痛？什么？抽了换一个，是傻娃娃，你再说一遍，鬼娃娃，好过分啊！你们讲话，这里真的很痛。要按这里就特别痛，这里是不知道咋了，最近我感觉全身这里也痛。哦，那天打网球，可能因为打那天做了开合跳之后第二天就痛，然后今天是这里痛。什么胸肌为啥合同我也不知道，就这一块特别痛，我都按红了，都这一块一碰就痛，这就这一块。哦，对，右边这儿很痛，就这儿。二次发育了，二次发育了，真是笑死我，心肌梗塞。哦，快来救我！啊！可能看到你们心动，可能是刘哥了吧？
是不是想死？今天脸还有点肿的，等我明天消肿了，美死你们！等我明天消肿了，等我明天消肿了，美死你们！今天太丑了，今天这头发也很丑啊！明天好好化个妆，今天都没怎么化妆，就涂了个口红。但男生你们看不出来，肿了好肿起来，肿起来多好看，婴儿肥。没有，我这两边昨天打了那个，我昨天打了水光针。我觉得打水光针，他们本来说昨天不能化妆，昨天不能化妆，今天也不能化妆，但是我还是化了妆，因为我晚上今天有个十二点的 PK， 所以我还是化了妆。但我额头没有打底，我就画了一个粉底，然后戴了一个隐形眼镜，然后画了个眼线，然后啥都没画，连眼影都没有涂，涂了个下眼影啊，但是很肿，我这脸太肿了，你看这么胖，就跟以前去第一次参加。欢迎雅欣宝贝，就跟我以前去，记得大家记得我第一次参加那个嘉年华，不对，不是嘉年华，第一次参加那个走红毯的那会儿一样的肿，这里在嘉年华。闭嘴，就跟那会儿一样的肿，感觉脸瞬间变胖了这样子。不可以，你们不可以，我可以说肿，你们不可以说，你们不可以说，这妆容让我想起了当年熊猫的恩姐。我懂，意思就是我土是吧？说我土是吧？意思我现在很土，跟当年有点像了。我以前很土的，我现在感觉确实跟当年有点像一样的土。你咋不说你140斤那会儿呢？我就没有140斤过，好吧，我最胖的时候也就才117，那会儿还在上学呢。别说，还真别说，你闭嘴。你闭嘴。你们不许说。好丑啊，好丑。就打了个水光针，过两天就好了。其实我不止打了水光针，我还做了一个那个叫什么抗衰的仪器，叫什么超声炮什么的，就打了这一块，结果好肿，这里也肿，然后打了水光针又肿，就是抗衰的一个，叫什么提升的一个，就是瘦脸的用的，但是好贵啊，花了10000块钱。我感觉重点是可能现在还没效果，现在很肿，可能过段时间就好了。完了，我好像搜索到那段记忆了，老实敦厚的苏苏。没有，我现在也没那么老实，我现在只是长得好像有点老实的样子。一个月消费10万？没有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去那种就是那种美容院消费过了，真的很久了，好多个月，3个月没有消费过了。就前两天去消费了一下，然后就去就是打了一个抗衰的，然后打了个水光针，然后就感觉脸就变肿了好多。然后我今天去染了个头发，然后染完头发之后就觉得自己好肿，因为浅色发系会让面部膨胀，会显得更肿，然后就感觉更肿了。有一种梦回2018的感觉。我希望你们梦回的是2019，不是2018。2018实在太胖了。所有消肿说，哎，其实按道理来说是不会肿的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肿。然后因为不会肿，我所以才做，因为我过两天明天就要去武汉了，我怎么会去做让我肿的项目呢？但是就是肿了，好气。可能明天就好了吧，我也不知道，也有可能3天吧，但是这几天都得直播。哎呀，无所谓了，肿就肿吧，就这样子，让他们以为我胖，其实我老瘦了，就这样子。这样子，其实我老瘦了。什么？老粉不在意，甚至有点怀念。喜
吧，让你们怀念一下，把瘦脸拉没用的，因为是这两边肿，你把瘦脸拉满，它一直给你瘦你的脸，就是把你这儿变小。可是我这儿已经很小了，我脸本来就很小了，但受不了我这儿，这是肿的，我感觉回到了当年2018年的时候，真的感觉突然变年轻了，是因为肿。没有，我是做了超声炮，就是那种瘦脸的，然后提升紧致的，就只做了这一块，啊，结果这块皮全部变肿了，然后还打了个水光针补水的，因为换季了，我的脸特别干，然后我就去打了个水光针，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打过水光针了，因为脸太干了，然后换季。什么熊猫子这个发色真的我感觉不好看，等我再过一周等它掉色了我再去换个颜色，但头发都被它整的，头发被它整的好干呐、啊。我感觉我真的属于那种，就是今天我可以看起来很减龄，明天我可以看起来很成熟，换个啥颜色奶奶会，我今天就让他们染的是灰色，但他们染成了不知道什么颜色，我说我想要银灰色，我说我以前染过银灰色，观众老喜欢看了，我说我今天想染个银灰色，结果他给我染了一个就是灰色，就是他说这个是灰色，我也不知道是我眼瞎了还是他眼瞎了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这颜色可太丑了，但是比上个颜色好，上个颜色像弄太黄了，上个颜色。对呀、啊，这是灰色嘛，那托尼眼睛真出问题了，奶奶会太繁琐了，5小时起步。我染了，我已经做了我在那里做了7个小时，但是也就这个效果。我就是想换个感觉，因为黑色头发太久了。你看后面呢？后面有区别吗？白瞎了7个小时，别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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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后面很什么很大，哪里什么？我说后面的颜色，后面颜色深不深？不许再说了。后面从后面看好一点吗？后面很深，深不深？后面。后面呢？后面还可以，再看看这里。后面看呢？看到了吗？怎样的雨，怎样的夜，怎么看起来像？像什么？你才憨呢！后面什么？后面比较啊！你们能不能说人话？好色呀！你们受不了了！不要发这么色骚的弹幕，好不好？烦死了！不要发这么骚的弹幕，越看越像个精神小妹儿，真的吗？谢谢，谢谢 Life， 谢谢 Dream Life 的玫瑰花，你才像精神小妹的你，你全家都像精神小妹，你滚！我说我后面看起来这个颜色深吗？是不是比前面要好看一点？年纪大了就爱扮嫩，滚！哎呦，我左眼皮跳了，开始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。哦，我一会儿要收到很多礼物，是不是？我左眼在跳，那看样子。我的财富马上要来了。俏丽若什么三春之桃啊，你们好色啊，真烦。
就吧，对吧，微微，这弹幕真的很烦。我说后面颜色看起来是比前面要好看，能不能好好的跟我说一下？你看，我这头发真的是，我昨天染的时候，我靠，我昨天染的时候巨丑，我都怀疑自己颜值了都。谢谢我想摸摸的玫瑰花。好干呀，我嘴巴。好肿，给爷伯开心了，荧光棒少不了你的。哇，好想要你的荧光棒啊，真的是，哼。你们看到我后面没有还不说，好看吗后面？说的日常就染完头，过节染过，不，我要做护理，我这头发被染得好干呐、啊，发质都被染没了。本来头发还挺好的，养了好久的头发了都。快看，快看我后面。快看，怎么样后面？快回答我，看到了吧？看到了没有？有一说一，确实好看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哎，怎么头有点？前面好看，后面好看。所以姐姐，对不起，我实在没忍住，对不起，我真该死。不是，看个发色你们就想到米儿了，你有病是吧？你到底是看我齐刘海想到他，还是看发色？侧面好看，哪个侧面？哪个侧面？这个吗？有没有一种换了颜色，有没有一种换了老婆的感觉？哈哈。好肿啊，我的脸。看到发髻也想到米儿。或许该想到了，烦死了！你再这样子，我也活成你们心目中的人了。我还是喜欢我前妻倩倩。我不是你前妻。少了米儿的九枚。哦，我把这个拿下来试试，我把它放下来，放下来就是这样子的。这样呢，这样是不是就不会想到米儿了？这样好傻的，我觉得像这样会不会就不像米儿了？别的不说，反正起码年轻了3到5岁，这发色，这样就没那么可爱了，是吧？哦，哎呀，你烦死了！我本来就很年轻，难道我现在像未成年吗？我本来才18，这样发色一染，是不是看起来就像？这看起来是不是就像未成年了？下雨天了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他头发染得好干，所以我就把这个头发夹到后面了，越看越像个精神小妹。你再这么说我真生气了，我脸瘦一下，瘦个脸，我脸好肿。什么？好像高中的小太妹。你高中生能染这种颜色头发，你不被班主任骂死？我今天染头发的时候，我说我这头发要染得很浅，因为我一开始跟他说，我说
天，这什么歌啊，怎么这么我不真的是我会听这种歌吗？我跟你说，我本来染头发，我跟他说我想要染白金色，我给他看了很多很多颜色，后来他说我白金色染不出来，然后呢我就说行吧，我说那我就染那个就是银灰色，然后他说他给我染了个银灰色，他说这个就是银灰色，我觉得他眼睛瞎了，他说是银灰色，所以这是什么颜色呢？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感觉像那种别人染完头发然后我掉色的掉色跳出来的颜色，真的难看死了，要不是有我这颜值撑着，我说实话一般人都得哭着回去，然后给他那个给这个就是什么给，然后骂他们，然后说他们就骗钱，还花了我5000块钱。这什么颜色？亚麻灰是吗？亚麻灰哦是吗？这其实打了光的，没打光更丑。有这样的老婆你们几点回家有这样的老婆你们几点回家呢？怎么卡住了？你不回家不是，等一下，有这样的老婆你们几点回家呢？有这样的老婆你们几点回家呢？哎，我最近吃特别多，我最近感觉跟自己跟猪一样的，我最近吃的东西特别多，特别能吃。什么？你也不回家了？不是，有我这样的老婆在家，为什么不回家了？不回家怕出不来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有我这样的女朋友，你回家，难不成你回家我也不放你出门吗？我更好奇这样老婆的闺蜜。然后不来我家，要去米儿家是吧？呀，那怎么卡住了？什么？因为回家就下不来床了？不是，你们这话说的真的是把我讲的跟那个啥一样，真的是，我是那种人吗？我一看就属于那种禁欲系的女孩子。禁欲系的，不觉得吗？就看起来就是那种看到男的就烦，看到男的就滚。什么？你们不要讲这样子的话。啊？什么？你们我好胖啊！怎么这么胖的脸？我真受不了了。啊，这是你们本身的问题，不怪我。哦，这样子，那我可以那我可以理解。但我之前真的拍过一个某音，然后他的文案就是有我这样有这样的女朋友你会几点回家呢？然后里面都说不回家真的是，就知道你们这些男人就是嘴硬。今天脸怎么这么肿啊？真是怎么了？我以为今天会好一点，但没想到还是这么重。现在几点了，哥哥？确实，禁欲系是我的菜，真的吗？我确实是禁欲系的，确实是禁欲系的。10:58啊？不是11:58吗？我不是11点多开播的吗？因为他那个，他说12点有那个任务。咱明天早上6点起床去机场，然后去参加那个活动，然后我都把东西拿好了，我准备在飞机上化妆，然后到了之后直接去酒店，然后手机就开播，然后就去活动现场。其实我想剪短发，我想剪成这样子的短发，但是 Tony 老师让我别剪，他说好不容易染这么长，你给我把它剪掉。我本来想剪这么短，我想彻底换个风格，然后想想说就算了，毕竟都这么长头发了，还是不剪了吧。啥活动？就是陪你们看 S 赛啊，就看，还不赶紧睡？不行，我12点有个活动，有个 PK， 希望各位哥哥们能丢一点礼物，不然的话我明天就那个，明天就我就队友就我就会很就是在很后面，就是我就好像是就是我就不能
我就没有导播给我拍我就自己拿着手机，而且好像说如果我 PK 掉了就是前五后五名我就会怎么怎么，不知道了，反正他给我讲了一堆我也没听明白，反正意思就是得前五，不然的话就不行。对，然后十七十八是来了，开始了，救命啊，开始了，哦天哪，开始了，有没有歌，这个时候不要卡，有没有歌，为啥苏恩现在这么小，我不小，哎呀救命啊，开始了，我去拿个手机放歌。哎呀，谢我三妮宝贝的飞机，谢三妮宝贝。Oh my god， 开始了。他们，我靠，他们都，哦，幸好戏子还是零，那就好。咱们前五啊，咱们争取拿个前五。哦，跑出来了吗？不好意思，太大了 ，sorry。宝贝的飞机，谢谢三妮宝贝。哦，超管，我错了。欢迎酷酷，酷酷快看我的头发，是不是很丑？好的，超管，我错了，不是故意的，真的不是故意的。酷，PK 救我一下，这把子不能掉，这是官方 PK， 我不能掉到，就是我要是掉到后五名，我明天去参加的活动我就会很惨。哦，我今天去染头发去了，我特地上来打这个 PK 的，帮我，让我不要掉到后面，我要进前五。天哪！哎呀，他还关机了，我靠！气死我了，完犊子了。总共就五个人，没有，不是，是五个人，还有另一边还有五个，然后我们这个五个的这个五个和那五个，我们要就是这一把 PK， 然后谁赢了，然后按那个，就是然后到跟另五个比，然后就选出前五个，就是那个 PK 条最多的那个。我感觉我是没希望了。等会一下，我去把手机充个，我去把平板充个电，跟我一起去房间好了。完了呀！又关机了。对，这是淘汰赛，这是淘汰的那种。另一队都打冒烟了。哎呀！我知道，好，我知道我里面穿了衣服，放心。哎呀，我切出去一下啊。救命啊！我没有，我这里面穿了衣服。知道了，超管。Put your love in
他们怎么这么厉害？算了，哎呀，不是这个太难了，这个要进前五，这到一呢，这。谢谢我三妮宝贝的飞机，谢谢三妮宝贝的两架飞机，谢谢苏总，他们对面都超火杂，我知道了。谢谢我三妮宝贝的三架飞机，谢谢三妮宝贝的四架飞机了，谢谢。好，三妮太好了，保证我不要当道一。谢谢三妮宝贝的四架飞机，他们怎么那么厉害？只能给你争取不到一。我靠，西子。哎呀，都有人除了我。是我刚染了头发，还染小黄了，没有，我今天才染。飞碟舅舅，我南哥在进前五，不然的话明天去户外 PK 会很惨。他们说要进前五，谢谢 C D 的两个天使之恋，谢谢 C D。
没人喊，只能喊 CD 了。谢谢 CD， 谢谢夏尼宝的大白锤火箭，耶，我们进前三了。谢谢 CD。谢谢三弟宝贝的两个大白锤火箭，谢谢。我这个黄毛怎么样 ，CD？ 谢谢我三弟宝贝的两个大白锤火箭，谢谢。哦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终于完成了这超管的任务，真的是，这年头参加个户外也不容易。哦 ，CD， 你幸好你来了，不然我就完了，完犊子了。谢谢 CD 的两个天使之恋。那我提裤子了，还在厕所。等一下，给你看看我的新发色怎么样？我靠！我在那个理发店里面坐了7个小时才染出来的颜色，快看看怎么样？对，现在这年头户外去参加户外还都要带资金的，我靠！啊，我没拿到前五吗？我不是第二，我不是第三吗？在这里面，第二吗？我没拿到前五吗？啊？我知道十个人，那对面那另一边五个人他们怎么打的？隔壁组都杀疯了，啊？那我没拿到，那岂不是西子也没拿到前五？那咱们都是得拿手机跟他跟傻子一样。啊，他这什么规则啊，我靠，隔壁都是超火啊。行吧行吧，这我染了黄毛，但脸有点肿，因为昨天打了个水光针。孙胸越来越小了，不小，不是就 PK 结束了吗？现在是女版 EZ， 女版 EZ 可还行？结束了吗？哎呦，可是我们还是没有，我们没有，不是对面五个全进了吗？是，我现在不知道，我去群里面看一眼，我去看一眼消息。到底是进了没有？平板这里。这么卷吗？谢谢神秘人的祈福礼包，谢谢。买个人头吧。教练，什么教练？我感觉我这个发型真的回到了2018年，回到了2018年。欢迎酷酷，
头发好干。这次播几天？这次要做活动，要去武汉。欢迎胖胖，胖胖，我刚准备给你发消息来着，但是我怕你还在睡觉，我就没给你发了。我刚刚有一个户外 PK， 然后大家拿到前五，不然的话就会要自己就很惨，不然明天。然后我没有拿到，因为没有办，我又怕你在睡觉，我又不好意思喊你。然后我就掉出去了，应该。谢谢神秘人的神秘人的旅行包，谢谢神秘人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不知道后面，我希望他后面不要有 PK 了，压力好大，压力好大。谢谢神秘人的旅行包，谢谢。头发好干啊！后面还有，那他得提前跟我说，不然我压力好大。我没有，因为我没有那种，不像他们都有人，我没有人。户外活动每天保底一场 PK， 这样子吗？可是我之前都没有。后面是什么修罗场？修罗场是什么意思？不是说大家出来玩看比赛的吗？官方要吃什么？要吃饭营收的哦，也是有道理。他们好像在打比赛，你说他们还在打比赛呢，真恐怖。谢谢神秘人的旅行包，谢谢。还好有 CD 兄弟们经历了，我知道三丁宝贝你经历了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我哎呀，这怎么老是会有网断？我已经很开心了，三妮。说实话，如果没有你在 CD 没来之前，咱们就是零票了。我说实话，最近 PK 每次都是你在，真的，我真的都超感动，超感动了，我都。哎，好累，我现在差不多，我再播一会儿我就卸妆了去，因为我明天6点多要起来。谢谢多余宝贝的旅行包，因为我明天6点多起来，下午2点多就开始直播了啊。谢谢多余的旅行包，早点睡啊，太晚会困死。我有点饿了，但是我最近吃了好多。我今天也起得很早，也吃了很多，就不是今天起得很早，我今天起得很晚。然后我吃了很多，我今天在染头发的时候，我吃了麦当劳，我吃了肯德基。我在想今天 PK 结果出来了。欢迎微微，欢迎微微。我靠，前5名是
小荔枝、小骚骚、王雨萌、王继超、鱼子酱，他们都得打3-4万以上才能拿前五啊，这么贵。我靠，对，我点的 KFC， 小荔枝多少钱？11万。我靠，这么夸张的吗？天哪。太吓人了。11万。哦，他直接有超低的是吧？哎，幸好还来 CD， 咱们就是说不是倒一，现在是第七名。主要是他放在那个群里面把那个排名说出来，我说实话挺鞭尸的。他直接开了超级皇帝，这么牛逼。我靠，小荔枝然后开了超皇，然后清空了吗？属于是。我靠，牛批牛批。没有，这太厉害了。我对，我现在在想着，就是我现在想的不是现在，我现在想的是我今天喊的 CD 来帮我，我后面我怎么办？后面呢，总不能老喊他吧，这多不好意思啊。天哪，我真不知道这个户外怎么这么夸张呢。啊哈，压力好大，想哭了，不去了吧。跟他说一下我明天不去了，我的飞机延误了，怎么办啊。PK 输了没关系，公主气质颜值最低啊，压力好大呀。他们主要是还发在群里面鞭尸第几名第几名的。什么请侯总，侯总现在他现在都不怎么刷礼物了，他怎么好意思喊呢？我也不好意思。我明天到，我明天到。我明天上午的。哎呦，压力好大。啊！你说老公请刷礼物，笑死我！还老公请刷礼物？那我说老公请刷礼物，你们会刷吗 ？No， 你们并不会。我说你们会吗？会个锤子会！呀，音乐声怎么没了？我去把这个。是没有网了吗？我就把那个关了。我家里面有泡面，我在想我要不要煮个泡面。是没网吗？为什么这个网这么差？冬夏了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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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连了呀！连了呀是。哦，对啊，我在想要不要吃泡面了，因为要不然我就点吃的，点又点肯德基吃。我最近。但是我不想再吃炸鸡了，我觉得我最近吃炸鸡有点太不健康了，就是感觉吃了脸很肿，本来就肿了，感觉更肿。今天是星期四，哦不，过零点了，星期五了。昨天是疯狂星期四，昨天我点肯德基的时候，两个汉堡它只要20块钱，一个汉堡它只要10块，太疯狂了。没事的人可以先来称重。我要少吃点的，这叫啥事呢？跟人家一直说我才96，上次100。孙妹妹耳朵肯定贼敏感。
奥利金。没有，我全身都没有敏感的地儿。我是死鱼，哥哥们。这是谁呀？谁？月亮啊。对呀。就月球呗。对呀，美不美？望远镜倍数挺大呀。反正这一期好看一点。你不信吗？就喜欢尸体，你真的是个奇怪的人。欢迎长安哥哥。本节目由德芙巧克力冠名播出，带上丝滑的德芙，传递愉悦的力量。分歧，你快说，老公请刷礼物。说了你又不刷，一直让我都说。老公请刷礼物。老公请刷一架飞机。上哪儿去？谁要走啊？我都跟你说了，让从里头走。刷吗？你非说从那儿走。那几天咱们来排着，明天刷个锤子。排完了，别说排完了，说完了呀。没有事吧？行。每个决定都有可能带来新的危机。这个音乐节我们真的可以不去。哎，不。那就自由，想去的去，不想去不去。那我们分就好了呀。对呀、啊，为什么一定要一起呢？我们又不是几百年没看到我跳舞了，那这样子跳吗？就投直接投票半数以上。经过数轮投票，要去的七行就七个葫芦娃最终决定和。主要是我现在跳舞感觉也不好看，因为擦的太多了。前往沙特阿拉伯首个面向国际游客开放的音乐盛会——方位角音乐节。来自世界各地的 DJ 让东西方音乐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，游客不仅可以在沙漠腹地享受音乐狂欢，还能尽情体验各种前卫艺术装置和美食啊！好看，来个正经的舞蹈。那你等我充会电可以吗？这发色一般般，感觉不许说我做了七个小时的头发，不可以说一般般。那怎么能？你太亏了。谁说一般般，我就打谁。那25去灯光亮一点的地儿看，看顶光。你去过音乐节？这姐姐能忍吗？我也没去过，我都没去过音乐节。走，别带你太。去厕所里看，这应该是顶光，很顶的，但还是看不清这。我坐了七个小时，哎，不是，我真的就在离开店，我坐了七个小时。你只是喜欢你，不允许你说吧。他是完全相反的。我带你去感受一下，音乐节一定要站在一。看顶光这里，穿这样子浅色。感受一下。怎么样？这是蓝，这是他说是灰色，啊，这个颜色有点普通，唉。他怎么变得这么肥了？我最近脸确实有点肥，因为昨天他刚打完水光针，脸还是很肿的状态。最近脸很肿。谢谢橙子哥哥的旅行包，谢谢。这个男主角，去吧，我祝你成功。哎，匹配到了男主角，哎，自己人。这发色我替黑色惋惜。你不许说了，我坐了七个小时。再说我真生气了啊！ Stop. 我坐了七个小时，我在地上。啊，不对，我在理发店，我在椅子上坐了七个小时。这不就暴露我的体重了吗？就这么说，我真的会哭的。走，小心，走。坐了七个小时，兄弟们，为什么这个老女人还可以这么可爱？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骂你还是该生气还是该开心。首先 the first 我不是老女人，
The second， 我确实是个可爱的女人。哎，这跟我不是，我不是老女人，烦死了，烦不烦啊？对，我也觉得是可能是刚染的问题，等我洗洗掉色了，可能就好看了。对对对。那还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热情跟友好。等我洗洗掉色了就可以了。我好久没有染过浅色了，上一次染浅色还是上一次，还是上一次。在家里面待着，每天直播，还有小莲他们在的时候。一年前还是两年前了，不允许你们这么说。见到我第一个每一个人都说啊啊，你怎么染黄毛了？嘟嘟嘟。想看我跳个舞吗？等我那个开机好不好，我开机了就可以了，开机了就有，开机了就有音乐了，现在还没音乐，给你们唱首歌吧，唱首。哎，怎么还要扫码？不想扫码。进，哎，音乐在哪？哎，音乐，看我直播六年了，我有那么播那么久吗？我感觉我没有。没有，昨儿他来了吗？可是这个唱不了。测试没来吧？没有播那么久。下礼拜你专场，他一定会来的。好，现在几点了呀，兄弟们？现在几点了？不是，我在调这个东西，这个电视，然后我在调他的那个歌在哪，我调了半天。00:23 ，OK， 因为我早上明天早上六点多要起，要不是，是九点的飞机，八点到的话七点出门的话得6:30起床，然后换衣服，6:30起床，7点出门，对，我明天6:30起床，请说公主，请睡觉。依依不舍的，不知你的温柔，雨露还要走多久？我找到了一个唱吧的这个伴奏，我可以唱歌，但我没有声卡，就纯唱。要不要听我唱歌？我可以唱歌，一首《成都》，听不听？分别总是在九月，回忆是思念的愁，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头，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，我从未忘记你，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，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哦哦哦哦，直到所有
熄灭了，也不停留。你会挽着我的衣袖，我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看这个可以。废话，我当然是清唱啦，不然手机还跟你开声卡是吧？这样子唱吧。我这有说法，什么说法？比你差点。分别总是在九月，回忆是思念的愁，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头，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，我从未忘记你，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。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哦哦哦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。你会挽着我的衣袖，我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哦哦哦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。换一首歌啊，就可以退出，再看下一首歌。后来，看看还有什么？奢香夫人，凤凰传奇，这首歌好像挺好听，太清澈的声音不行。我声音清澈吗 ？Oh my god， 谢谢。那唱后来吧，后来可以。我的声音清澈吗？哇，原来我的声音很清澈。我靠，这要会员才能唱。有没有来个免费的呀？起风了是免费的，我看看。孤勇者是免费的，找首免费的歌。听我说谢谢你，这首歌也是免费的。小苹果，大鱼，大鱼是什么？体面，唱这首吧，这是免费的。唱一首体面。哦，奢香饭就那个乌蒙山连着山外山，你怎么可以发语音？别堆积怀念，让剧情变得狗血。深爱了多年，又何必毁了经典？在这儿，都已成年，不拖不欠，浪费时间是我情愿。像谢幕的演员，眼看着灯光熄灭。来不及再轰轰烈烈，就保留告别的尊严。我爱你不后悔，也尊重故事结尾。分手应该体面，谁都不要说抱歉，何来亏欠？我
敢给就敢心碎，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，在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，离开也很体面，才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，认真付出的画面，别让执念毁掉了昨天。我爱过你，你若干岁。谢谢多余的飞机。谢谢你帮我完成了二星。最熟悉的街，主角却换了人演。我哭到哽咽，心再痛就当破茧。来不及再轰轰烈烈，就保留告别的尊严。我爱你不后悔，也尊重故事结尾。分手应该体面，谁都不要说抱歉，何来亏欠？我敢给就敢心碎，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，在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，离开也很体面，才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，认真付出的画面，别让执念毁掉了昨天。我爱过你，你若干脆，再见不负遇见。大会员，谢谢谢谢，这是谁送我的飞机呀？谢谢居居送我的音效飞机，清唱好评，唱功进步很大，公主请加油。谢谢我的居居宝贝，来亲一个。哦。谢谢，谢谢蛐蛐。好，不，看看这是什么？等你，我等了那么久。哦哦，酒醉的蝴蝶，公主，现在几点了？我1点钟下播好不好？因为明天6点钟要起来。哦，而且我还有点饿，说实话，我想点个外卖，但是这么晚了，吃东西一定会长胖的。我最近吃的肚子都变胖了，肚子都变大了，真的变大了。我最近肚子真的变大了。最近肚子真的有变大。我还挺喜欢刘惜君的，我觉得刘惜君唱歌好好听。现在几点钟了？我看不见。现在几点钟？等等。
这我房间呢。浅浅的针对你的几点钟了？哦，12:46，我想切出去点个外卖。你们想看我跳舞吗？我现在这个平板有5%的电了，还不够，我得多充点电我才能跳，因为这个不然没电。欢迎长安哥哥。去有风的地方，去有风的地方。等一会儿好不好？因为我现在没啥电，平板没啥电，平板没啥电，然后那个电脑，那个叫什么，那个电视它不是我想点什么歌就能点的，因为没钱，没开会员。是不是？就扎马尾，扎马尾要好看一点。发量好多，不是，是感觉是漂浅了之后头发变干了，变干了之后就头发就变多了。真头发不干的时候，头发还少一点显得。走吧，我们出去吧。这我的帽子，实在不行，明天戴帽子去。点个外卖吃，然后睡觉。明天武汉是不是很冷啊？武汉应该很冷吧？啊，想想带点厚衣服过去。我先下播了，好不好？明天早上6点多起来。拜拜，要穿羽绒服啊！我没有带羽绒服哎，我想想，我把行李收拾一下，然后明天早上6点多起床去武汉。明天见，明天下午不？记得出门，看天气，注意保暖。好，放心吧，我明天下午就开始播了，你们明天下午可以来我直播间看我。明天下午就在喽，亲亲，好不好？明天下午见。拜拜，我睡觉去了。亲亲，过来，玩的开心点。希望吧，压力好大。对，我准备下播点个肯德基，
然后先边卸妆，先点个肯德基，然后再卸妆。卸完妆以后，然后就我觉得我的肯德基就到了，然后我就吃饱，边吃边看《花儿与少年》。最近哦，对，《花儿与少年》最近跟了，还没看完，边看边睡觉，然后定个闹钟，明天六点钟起床，六点半起床也可以，六点定个六点闹钟，再定个六点半闹钟，我怕我起不来。然后七点钟出门，八点钟到机场 ，OK。七点钟出门，好，晚安。谢谢，谢谢宝宝。等一会儿，我去把我的人头给他买一下。谢谢宝宝的两个动感光波飞机，买一个人头。谢谢宝贝，啊啊，买差六个人头。谢谢宝贝，帮我把三星任务过了。谢谢。谢谢我三零宝贝的两个飞机，好，完成三星喽。好，那我去睡觉去了，你们也早点睡觉好不好？明天下午应该就开播了。晚安。不跳了，我再跳我不行，我不能跳，不然我明天起不来，我又要迟到，我要被骂的。去睡觉，大家也睡觉去了，亲亲，嘛，晚安，拜拜。好肿，希望明天不要再肿了，不然太丑了，全都是主播。